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尊者，师父上人慈悲，诸位同修慈悲，阿弥陀佛。不孝弟子是自了冒昧报告的题目是凡修敬业，以觉智求生西方为本。从海贤老和尚反省我们求往生的信愿。二，一，我们念佛是为了什么？念佛的目的是什么？曾经有一位同修念佛四天四夜没睡觉，夜以继日的念，后来人家问他为什么能如此精进，他说为了他女儿的户口能迁入广州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念佛求身体健康，求升官发财，求世间福报，好一点的求开悟，求功夫成片，求一心不乱。我们念佛求什么？印光大师斩钉截铁的定论，凡修敬业，以觉智求生西方为本。念佛根本道理是要人深信发愿，求生西方，了脱生死，不可只发求世间富乐，不求生西方。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世间灾难亦可消灭，非念佛不能消灭灾难也。念佛以求往生为根本，很多人念佛念了一辈子，却还是懵懵懂懂。今天请印光大师来给我们厘清这个问题。二，下面是摘自文钞的法语。佛开念佛法门，为其一切众生现生即生净土，是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法众生无一能了生死者。须知佛法法门无量，若欲以通身业力之凡夫现生即得了生脱死，离此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。外行人多多以求物，求得种种境界，而不以决定求生为事，即所谓舍本逐末也。若或有生人天之念，则西方便无分矣，以生死心熟极亦丝毫力，可敌了生死心千军。倘不求生西方，但求消灾，即不失人生，犹如以无价之摩尼宝珠换取一根糖吃，其人之愚痴可怜，不是好歹为罪第一矣。念佛一法，乃佛普度一切众生之最大法门，若有危险念之，即可逢凶化吉，无事时念之，则可消灾增福。然必须要求生西方，方为就近大利益。若不念佛求生西方，众生道至极尊贵之飞飞享天，天福一尽，人复轮回六道。若具至诚恳切念佛，众将堕阿鼻地狱，尚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现在浩劫当前，大家通要认真念佛求生西方，切不可
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众德福报也只暂时，福大则造业大，即造大业必受大苦，若生西方则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，即修持精纯，一名违背佛教，虽种善根而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，可不哀哉。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，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，若求来生人天福报，即是违背佛教，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根糖吃，岂不可惜？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，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与此无异。净土法门以真信切愿念佛，决定求生西方为宗旨。若念佛人不愿求生西方，即为违背佛教。譬如王子寄居他国，不信自是王子，但愿终日乞食，不至饿死，便为志得意满。其知见之下列，能不令人怜悯乎？须生信发愿求生西方，万不可求来生福报。若求来生福报，即是破戒违法，以念佛法门乃是教人求生西方的法门。如既念佛不求生西方，又要求来生，是不尊佛教，只是佛教人必要依之法，汝不肯依，故名破戒违法。欲生净土，须先认清宗旨，普通修持无不以开悟为希冀，而开悟一事亦非易义。若知净土宗旨，绝不欲其开悟，若不注重信愿，开悟亦难了脱。若能一心念佛，不悟亦可往生。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，而自得世间福报，如长寿无病，家门清泰，子孙发达，诸缘如意，万事吉祥等。若求世间福报，不肯回向往生，则所得世间福报反为下劣，而心不专一，往生便难决定矣。当须发决定心，临终定欲往生西方，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，不愿更受，即为人天王身，即出家为僧，一闻千悟，得大种持，大弘法化，普利众生之高僧身，亦是之若独徒罪首，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，如是决定，则己之信愿行方能感佛，佛之誓愿方能摄受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直登九品，永出轮回矣。净土法门注重在信愿，有不知者，或求人天福报，或求来生为僧，弘扬佛法，度脱众生，此种心念要丢得干干净净，若有一丝毫，便不能往生矣。往生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不往生，纵一生二生不迷，绝难永远不迷。迷则犹有修持之福，而所造之业唯可具耳。恶业既造，
恶报自临，求出三途，恐无其日。念佛一法，要紧在有真信切愿，有真信切愿，众位道一心不乱，亦可仗佛慈力，待业往生。若无信愿，众能心无妄念，亦只是人天福报，已与佛不相应故。故当注重于信愿求生西方也。只知念而不生信，发愿众得一心，亦未必得往生。果具真信切愿，虽未到一心不乱，亦可仗佛慈力往生。众能执持名号，只因不求出离，变成人天因果，受想吃福，因福造业，人成恶道。以上法语都摘录自印光大师文钞，印主的开示，字字皆末法之精良，言言为莲中之宝剑。他老人家自己谦称说，印光之文钞，文虽拙朴，所述者皆佛祖成言，不过取其意而随机通说之，其印光所杜撰乎哉？印光乃传言一语，令初机异于小了耳。然虽为初机，即做到极处，亦不能舍此别修，以净土一法，乃彻上彻下之法。印光学识贬浅，无大发挥，然能依之指文钞而行，决定有益无损，决定能了生死于现生，是弥陀于末后。印光大师有一段经典的开示，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。佛为欲众生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然众生根基不一，心愿个别，或有众生求福、求寿、求财、求子等，只要心诚求之，有求必应。此虽是世间法，然皆因下根见众善根，故意满愿。若论佛之本意，唯欲众生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仗佛慈力，临终皆引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便出三界轮回之苦，从之渐进，以至成佛，方为念佛究竟实义。三，这次净宗学院举办戒学研习班，刚开始部分人有所动摇，对净土的信心动摇了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我们原本对净土的信心就不坚固，不是别人要动摇我们，而是我们本来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就很脆弱。所以小风吹则小倒，大风吹则大倒。诸位是否记得师父上人最近在《净土大经科注》第103集里面讲到，我们在此地学戒律，戒律在这句佛号之内，没有在佛号之外。善导大师为了坚定我们对净土法门的信心，在《观经师帖书》里面说，就算十方诸佛尽虚空变法界，现身放光，劝舍净土，为说殊胜妙法，亦不肯受。祖师这是肺腑之言，对我们真是恨铁不成钢，悲心切切。
印光大师在文钞中多次反复强调，末法时期想要当生了生脱死，只有一个法门，净土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。所以行彻大师才说，若不专念彼佛，指阿弥陀佛，求生彼国，指极乐世界，必至随业流转，受苦无量。所以偶一大师才说出了前人所没说过的一句话，随顺诸佛真实教诲，觉智求生，更无疑惑。偶一大师50岁那年，对他的门人诚实法师说，我往年念念想恢复比丘戒法，近年念念求生净土。诚实法师不解，后来才知道大师的意思是，我只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后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力量加持我，我才有能力回来恢复戒律，在这个娑婆世界看到出家人不守戒律，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于是一意西辞，祖师一意西辞的举动值得我们深思。这段记载在偶一大师脸谱弘一大师编的《弘一大师律宗大德》，谭旭老法师曾经请他到青岛湛山寺讲戒律。弘一大师大概住了半年，临走前给大众最后一次开示，反复劝人念佛，四众弟子到山门给大师送降。大师说有两句话送给大家做临别赠言，他掏出一个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，乘此时机最好念佛。这个经过在影城回忆录非常感人。海贤老和尚常常说，老佛爷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是命根，我们用印光大师的一句话来诠释这句话更为易懂。将此一句佛号当作本命圆成，誓求往生，终令以死见逼，令其改撤，亦不可得。这就是根的意思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命根。看看莲池大师怎么说，今人不肯念佛，只是轻视西方，不知生西方乃是大德大福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勾当，转娑婆成净土，不同小可因缘。汝但看此城中一日一夜，死却多少人，不要说生西方，即生天，千百人中尚无一个，岂有自负修行者，只是不失人身而已。岂有自负修行者，只是不失人身而已，可不可怕？只是不失人身而已，这是实际情况，也是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。我们自诩为念佛人，最终能不能够往生？印光大师曾自称，你做粥饭自了生，不做弘法立生梦。偶一大师也有两句异曲同工，只待西方去复来，普与尘沙即法古。其实自了真的是自了吗？祖师们并不是自了汉，他们的举止
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太多的人自己没有了，忙着去度众生，弥陀要紧，一语道破，能自度即普利一切。海贤老和尚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这一生度无数的众生。四，弟子无修无恨，怎么会有心得？只是把祖师的开示搬出来，希望借学习班这个平台，让更多的同修透过祖师的开示，坚定念佛求往生的信愿，凡修敬业，以觉智求生西方为本，念佛为求往生，这条路对了，其他都不要求。海贤老和尚不是说吗？什么感应稀奇不要求，什么都是自然才好，功夫成片也不要求，功夫成片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求来的。他老人家说，念佛念到一定时候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在念佛，这不就是功夫成片吗？功夫成片是自自然然的，不是造作出来的。祖师他们都是修行的过来人，他们的开示吐心吐胆，呕心沥血，句句力透纸背，没有半个字废话，千言万语无非是为了兼顾我们求往生的信愿，极乐世界非去不可。我们的信愿要兼顾到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银墙铁壁相似，往生有望。下莲居老居士说的，欲得八风吹不动，须从一句定纲中，一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将一句阿弥陀佛如靠一座须弥山一样，无论遇到任何顺利苦乐的境界，绝不忘失这一句佛号，方为坚持正念。海贤老和尚做到了。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，没有文化，可是祖师大德的以上开示他都做到了，他求往生的信愿无比坚固，天塌下来都不会动摇。你问他念佛的开示，他跟你说没什么好开示的，他不会像印光大师一样跟你长篇大论讲大道理，可是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印光大师文钞，印光大师讲的道理他都圆满落实，所以他一句佛号念成功了。印主开示我们一句阿弥陀佛，只要念得熟，成佛尚有余欲，不学他法又有何憾。海贤老和尚用他的一生把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下莲居老居士做过一幅挽联，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，他是汇集秦唐两译阿弥陀经经文，弟子以为这幅挽联拿来挽净土宗第十四代祖师海贤大师同样适合。上联法音宣流情意，令得殊胜利益安乐，唐意；下联慈悲加佑，唐意；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情意。作为一个出家人，我有义务也有责任，在结束之前把印光大师在文钞中以各种方式重复多次的那句话
再强调一遍，提醒大家。当然，印祖的原话是文言文，弟子直接把它归纳翻译过来。这句话是：末法时期，想要当生了生脱死，唯一只有一个法门，净土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念佛求往生，在这句佛号上狠下功夫。最后供养大家两句诗，这两句诗是醒安大师表达自己的话，也正是海贤老和尚的真实写照。平生只有惜归愿，肯为他缘负此心。今天就报告到这里，报告过程恐有错误，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同修批评指正，不吝赐教，望众慈悲，不失欢喜。阿弥陀佛，不孝弟子是自了寇成。我们下面呢还有35分钟，还有几遍？还有两遍，师父。还有两遍是。我想我们听听呢，都得受用。啊，自了思不是自了。啊，他是帮助我们每个人自了来的。啊，这自了不是他一个人专用，我们人人都应该自了。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，再听下面每一个人的报告都好，这让我松缓一些。学习报告，惭愧弟子上官，主题事师之道。无量寿经云：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，常念师恩福，道业成就与否，全赖此三句。佛为无上医王，法为万病良药，师能导引正见，此三句乃修学成就根本，背之则堕落向邪，向之必见性成佛。佛虽示现涅槃，而师代佛受教，佛子背离师道，恒无智慧，从彼死以还堕地狱，更得无量无边苦患之法，故知佛道即师道，是师如是佛。弟子学佛时日不多，生性顽劣，全无孝敬，恐堕地狱，而不敢忘记师恩，仅以此文自省，警戒明昧妄心，除之事师之道，更无余途就近佛圣。试想叙述何为事师之道，菩萨如何行事师之道，何为如法佛子三部分，以明事师之道重要意义。甲一，事师之道。乙一，前世世师之意。言世师者，为承奉无代曰师，诲人不倦曰师。丙一，师者护佛种性。古人云：师者发蒙之基，学者有师，亦如树之有根也。然大智既成，复能成就小智，由树根生子，子复生根，辗转相生，种类不绝。故佛种全依师者播撒灌溉，生根发芽，修剪散护，师出世间法器全赖师者。如无量寿经所言，护佛种性常始不绝，片言之次皆无师也。
所当敬重，况日日教诲不倦之，轻教失乎？为佛弟子，倘存骄慢，一生福慧消灭。丙二，世师如何存心？世师名相虽广，曰言为诚为孝。诚者，精诚也，专精存一，至诚无欺。存一，一指一位善之事，专精一门，常时熏修，至诚行事，常存惭愧，无欺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孝者，孝敬也，孝养侍奉，恭敬和顺，师长如父，亲爱孝养，软语敬顺，不得违逆。若是师时时以诚孝存心，则一切奉事自然如法，师资之间水乳相合，而道在其中矣。以二，舍敬师戒，则不入圣流。众生业习难改，伦理常结，忘失其本。若非佛教师道，何由迷途思返？敬师如敬佛，敬佛即敬自性本心。善之事，乃清净自心变现。自心为师，能转境界，转境则同如来。习凡夫无始随妄心业，妄心勿以境界为师，沦落生死，遥无出奇。如来垂基佛陀圣教，根本出离大法，舍敬师戒训而修道，枉费功夫，终无所得。常须普行恭敬，即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及皈依自性觉。以三，师恩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佛者，唯彼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。净土导师万劫难遇，受最上乘佛妙法，普度一切寒灵，十方诸佛共赞。师父上人尽设三重恩德于四众弟子，故知师恩重如山，罄竹难书。唯发大菩提心，往生净土，圆证佛果，方能报恩。数月前，弟子曾多次于释迦牟尼佛崖舍利塔下念佛绕塔，绕塔半扎时，总见高处山门牌匾题平等二字，托显佛法门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然无始惯习，诸难调制，幽暗长夜难入平等门，烈日酷暑，汗流浃背，绕塔50扎后，越发步履艰难，仿佛无量俱之劫，为挣脱烦恼贼苦寻解脱之法，欲入涅槃平等门，又不得而入，辗转流离于六道，舍家君业，尽尝所有修行法门，平等门近在咫尺，人不得而入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竭尽全力念佛绕塔，观想无常大鬼紧随身后，最终愿力战胜业力，绕塔百余扎。此时已确信无疑，生生世世恩师为弟子解生死瀑流，受念佛法门。然弟子傲慢骄纵，不信此
最胜第一妙法，虚妄为净，净业无由。今因缘具足，痛定思透，绝不再错过净土平等法门而不入，绝不放开恩师之手。这双手实习间亦未曾离开弟子，哪怕地狱、刀山、火海，都慈悯不曾放弃王儿。只怪不幸净土投心无地，万劫错失，辜负师恩，干扰徒弟，折骨为笔书写师恩，尚自不能具报其恩，唯愿做净土如说修行者，不虚误得人身，遇恩师，受净土之万劫机缘。甲二，诸佛菩萨及祖师大德如何行事师之道？末法时期，众生不信善法，不敬师道，无始不了，造虚妄业，不肯回头。诸佛菩萨无限慈悯，以大悲为根，从根本至终，示现报光合成，久出于邪道，深达于正法，不舍因地为凡夫开演事实之道，故佛恩师恩第二重深意在于善护念。以文殊菩萨万佛之师，文殊师利菩萨大智独尊，应化于娑婆，即是大智善护念。文殊菩萨乃诸佛之师，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，当来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。文殊者，佛道父母也。文殊、普贤同为释迦牟尼佛左右胁侍，无量寿经中又紧邻普贤，列出家菩萨上首。何故诸佛之师不习屈尊，以胁侍身份应化于世？夫世尊一代实教，终归净土，广演妙法，实为深入净土一门。然此法门虽平等圆融，但其简单易行，直趋本觉，实属最难信之法。故万佛之师文殊师利特垂慈，善护苦难众生，实现华严法身大事而导归净土，又实现无量寿盛会，共赞弥陀，于念佛法门做大守护。智者明眼，但见诸佛之师尚求生净土，若非愚狂之辈，定当效法行之。念佛法门为大智，方能信入，遵循诸佛之师文殊足迹，即得大智入信门，见一切佛土平等无差别相，三德圆彰，神化不可思议。事实之道最圆融境界，即此处文殊普贤了了见佛性，以如来位不舍因地大权示现，发殊胜大愿求生净土，能劝一切菩萨普导一切众生，仰信其大智大恨而同归极乐。三世觉母妙吉祥，辅佐释迦本师，相赞弥陀，降师位做菩萨，演说事实之道究竟去处，及诸佛如来一切导师之愿，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会众生真实之力。即此持名念佛法门，有赞云：文殊菩萨德难量，九成龙种
上法王，因怜众生迷自信，特辅释迦正玄刚，吾辈凡夫当来往生极乐，势必亦如文殊菩萨重返娑婆，开眼净土，究竟圆满事师之道，不枉师父上人无量劫教导之恩德。以二，六祖能大师的事师之道，自古名利双刃剑，高明厚利不忘师训者，乃金刚刹土，示现自信本不动摇。六祖慧能于曹溪传法37年之久，期间神秀长昼午后，请六祖复阙，六祖故辞，神秀复自作书重邀之。六祖谓使者曰：“吾形貌挫陋，北土见之，恐不敬无法。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，亦不可为。”神龙元年，中宗复遣使薛简迎六祖，六祖辞疾，愿中临路。典籍记载可见，五祖虽已圆寂，六祖却谨守师训，居南中不动。此举一来，住一处不动，真正弘法，立生光大禅宗；二来，避免北上后可能因嫉妒障碍而引起的不测发生。师父上人常赞六祖是真正老实人，单从其谨遵师命，不离曹溪，不求虚名来看，老实人真正有福，因其能领纳师长的广大智慧，于当下一念禅宗秘诀，亦正在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当下承担师命，师无量劫累积智慧福德，全领纳于心，省去光阴虚度之弊，直下承担，此心即佛。以三，师父上人的事师之道。师父上人一生于事出世间法，皆成就非凡，弘法足迹遍布全球各地，但有一事最为殊胜，其功德尽未来际，亦必常说不绝，即成雪宫上人副主，弘持莲宫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弟子曾恭敬请教师父上人，是何心念得遇三位恩师？师父笑言：“诚心。”又告弟子曰：“雪宫每一注汇集本，若是别人得到，可能就此雪藏尘封，世人不能受益，而我就是要做到心量大，传给我的，我一定将它传遍全世界。”师尊何以副主弥勒守护无量寿经久住不灭，因弥勒悲真厚洁，至极之慈，心量广大，超出凡小，定能做大守护，于此广大微妙难信之法，诚如师父上人慈浓极是，心包太虚。雪宫上人如世尊副主弥勒一般，将此难执难见难闻难信之法嘱咐于师父流通弘持，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是实力无畏无碍无着之法，仗此无畏无碍甚深佛力。师父上人即使当初面对各种压力反对，也坚持弘扬莲宫之本，不做背师叛道之人，毅力与愿力可歌可泣。末法9000年，
长夜友情，皆因此举而得真实利益，当效于佛，即令施法，久住不灭，常念施恩，即坚持开示此难开示之法，能持能弘此无上之法，一切诸佛之所赞叹。甲三，如何成为如法佛弟子？古云，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先，学道以承顺师命为上。为人弟子若不能以道恨为师而反击师过者，必堕地狱无疑。学道之人，谁人不想成为如法佛子？弟子惶恐业障深重，不够资格为如法佛子，只能恭请有修前辈分享其事实心得与众共勉。以下言语朴实无华，但发自前辈内心体悟。以一，从师父上人身上学到了哪些品格和作风？答曰：师父上人心量大，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，亦能真心包容，并日日回向他们离苦得乐。师父上人想得远，又注重实际，对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，团结世界宗教族群，传承儒释道法脉，都有远大理想，并着眼于实际，想到的一定是能做到的。师父上人真诚至极，从来都是透明的，没有秘密和隐藏。师父做事谨慎认真，尽管年近九旬，一丝不苟的态度胜过年轻人，日理万机也不失小节。师父上人精进不懈，如此高龄发愿宣讲无量寿经，就真正坚持从一级到六百级，到圆满三次的近1800多级。要知道那是一天天的功德累积啊。师父上人心静如水，即便正在处理要事，也能体察身边人的点滴心绪和需要，高深莫测，不可思议。一二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好师父？答曰：听话依教奉行者，并无他法可言。以三，怎样从师父的点滴言行解读后面的深意？答曰：事师要有正见，不要观察师父的过失，不能从视线凡夫相而妄断师是凡夫。的确如前辈所言，世师五十颂云：常慕于师德，不应亏小过，随顺或成就，求过还自损。止观云：求师必在于尽善，世师必忘于师过。为人弟子不能处处要求师长十全十美，问题在自己毛病习气能不能改正，师者全在其心，是否为众生着想。心作气量纳虚空，时时处处为众生，这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。以四，师父上人最喜欢看到什么？答曰：欢喜学生个个知过改过，老实念佛。改过要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从听经入手，常时熏修。改过要常能自省，有诚意面对自己，有勇气面对自己。最好的改过
就是老实念佛，后不再造业力，从烦恼而来，转化烦恼，业力也随之而转。冤亲债主看到我们真修行，就能化解冤结，他们既恨我们过去造的业，又恨我们现在不能如法修行。果真老实念佛，冤亲债主没有不欢喜的。乙午，什么原因让一些学生背师叛道？答曰：最怕的是自以为是。真正的如法修学，是对师父有信心，心里只有师父，听师父的话，单纯一个目标，义无反顾，永远把师父的意见放在自己的意见之上，认清根本和枝末，不能为了私欲和人情而葬送佛法。所以定课很重要，日日月月年年的积累，念佛念得有滋味有法喜时，定功就得力，人自然妄念减少，不会随诱惑动摇而背师叛道。律云：若不顺师言，即同逆论，故曰不得还逆于也。经云：谤师、毁师、争师、极师、法中大魔、地狱种子、背师叛道、无间地狱、永无出期、为人弟子、为佛弟子，事事要用真心，少有虚伪浮华，便是障道因缘。如常提卖心肝而学般若，世尊为求半计而舍全身，妄自尊大，见善不从，枉受教诲，于贤不轻，故去道甚远。假四，净言佛果。澳洲净宗学院戒学班开班授课以来，众皆目睹师父上人和清宫上人的风采，二老更是惺惺相惜，为众言教示师之道。师父上人每日上午必亲临清宫授课现场，未免打扰学员听课，总是默默走入教室，坐在最后。课毕时，清宫上人谦卑极言，恭请我们老恩师慈悲指正。而师父上人一同学员一起唱诵回向文，慈悲悯怀。清宫于师父上人执弟子礼，凡同行时必亲自搀扶师父上人前行，每日傍晚必于摄影棚聆听师父上人宣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全程端坐详定，无有丝毫倦意。录影结束后，必定轻扶师父上人上车，无论寒风凛冽，亦无惧沉静，庄严肃立，威仪德范。多日前，清宫至师父上人精舍一聚，二老于后院草坪散步时，微风徐徐，衣角飞扬，摄影师赶紧抓拍经典一刻。弟子目睹二老风采，仿佛极乐净言佛果，师父上人清净法身化现人间，清宫上人严持戒律，庄严净土。这一净言佛果，今全体受记于娑婆众生，定当纳受承担，不为如来圣教。师父上人如此清净慈悲，教授吾辈最苦最上妙法，只此一句弥陀圣号，老实念去，不假思量，直下承担，必证净言佛果，
不往万劫轮回欲名师，舍此名师不敬，舍此法门不学，非痴即狂。以上是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。值此教师节之际，待尽虚空遍法界众生，感恩师父上人不舍顽名，代佛受记，普度一切寒灵，行超普贤登彼岸。弟子众等当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，不妥之处敬请恩师与诸位法师大德慈悲辅证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还剩下四分钟啊，这个是你个人的看法，正是佛法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我不敢承担啊。但是我们对老师确实是尊敬，这个心永远不退啊。三个老师一个护法，少一个我都没有今天，都不能成就。没有方东美先生，我决定不会入佛门啊，绝对不会去了解佛法啊，根本没这个念头啊。他是个哲学家，是当代有名的哲学家啊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写了一封信，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，目的呢是希望他允许我到台大去旁听他的课啊，就这么一个目的。没有想到一个星期我收到他的回信，又我到他家见面啊，见面的时候问了我很多问题啊，我们就是同乡关系啊，但是并不认识啊，没有任何人介绍。他问我学历啊，我说因为战乱抗战时期啊，小孩嗜学的人很多，我也是其中之一啊，我读书只念到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就逃难到台湾来了。他说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我不敢骗老师啊。老师就告诉我，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，他是因为这个怀疑啊。我说我虽然是学四年，但是没有丢掉书本，喜欢读书啊，而且还喜欢写文章。啊，这他了解之后告诉我，这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了这几句话凉水浇头啊，没希望了啊，所以感到很难过很沮丧。我们沉默了一阵子，大概五六分钟啊，老师就说了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跟你上一堂课，时间呢是9:30到11:30，我跟他学的是在他家里，不是在学校啊，小客厅小圆桌，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，没有课本啊。他介绍我西方西洋的哲学
啊，中国哲学、印度哲学，最后是讲到佛经哲学。啊，等于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啊，归结到佛经哲学，我那时候很讶异。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是多神教。多神教在宗教里头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你，年轻的，那是我26岁，这你不知道啊。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哲学的最高峰，这讲整个世界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在这个单元里头，我特别用心，啊，完全接受了。啊，那么在没有多久之后，因为我常常到寺庙去借经书。那时候经书买不到，台湾印经书只有两个地方，台北是朱金洲老居士办了一个台湾印经会吧，啊，南部有个庆芳书局，啊，台中有个瑞城书局，有印佛书，量很少，种类不多，所以老师要我。啊，教我今天的佛法，他是200年之前，寺院庵堂都是学校。啊，出家人确实有道德、有学问。啊，我们能向他请教，就是现在出家人不学了。那你要学佛经哲学，只有到经典。啊，告诉我。啊，这带我进门的，进门以后就认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也像方老师一样，每一天每个星期天给我1小时到2小时。啊，我们也是一对一的。我跟他3年，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。啊，到台中10年，完全是讲。大乘经论，啊，李老师劝我发心出来学讲经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定的是特别的契约，啊，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。啊，给我3个条件，我说我就收你做学生。你考虑不能接受，你另请高明。啊，哪3条呢？第一条，从今天起，只可以听我讲经。啊，任何法师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说法，不准听。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从今天起看文字，无论是佛经，是世间的书籍。没有得到他的同意，不可以看。这个要接受我。啊，第三句呢，还好，有期限的，5年。啊，要遵守5年，决定要遵守。啊，我认识李老师。是蔡云法师、朱金洲莲大居士介绍的。啊，朱老居士跟李老师老朋友，他们两个同年。啊，所以到最后我接受了。啊，这就定居在台中。啊，我这样的遵守，大概3个月。很有效果，
啊，我就跟老师说，我守了三个月，我非常感恩。他说怎么样啊？心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东西不能看了，不能听了，这就入定了。好啊，在这上扎根呢？啊，还有了啊、哦，还三个条件，另外还有个条件，不是这个时间，时间是最后说的。啊，还有像你以前所学的，我统统不承认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啊，不承认，以免辩论。啊，老师讲的跟张家大师讲的不一样的，我要把张家大师裁的时候，两个人要辩论，不承认，别谈，别提。啊，我以为是老师专利的了，啊，结果以后我到新加坡，新加坡的燕培法师老朋友，啊，是个讲经的法师，他是学法相为师的，啊，邀请我到他讲堂，给他信徒们讲经，啊，他讲堂那一天大概有600多人参加，啊。我赞叹弥勒净土，赞叹法师，赞叹法门，赞叹他们的学生，这是规矩，李老师教的，这就是圣战士啊，决定不能让他那个道场，人家几十年教导你去搞另外一样，让他心里动摇，那有罪啊，那就是无间地狱，所以我在赞老师教导的，啊，赞叹欢喜啊，增长他们的信心，啊，也增长啊法师的威望。你看我们的师父啊，外面来的法师都这样赞叹，啊，这就是圣战士，啊，所以以后我到香港来讲解，77年。啊，禅宗的大德圣义法师邀请我，我那时候讲楞严，他每天都来听，只有这一个法师啊，听了几天之后通知他的信徒来，通通要来听啊，其他的法师都没有，他来听不让信徒来听啊，只有圣义法师啊，请我到禅堂，他真的每一天坐禅，有40多个人在禅堂修行。啊，我去的时候，让我在禅堂讲开始，啊，那我也有点口头禅，我讲过《坛经》，讲过这个《永嘉禅宗集》，啊，讲过《正道歌》，所以也有一点禅，口头禅，啊，所以我到那里，你看，赞叹道场，赞叹法门。啊，赞叹他们学习，赞叹他们老师。啊，这就是在懂规矩啊。啊，为什么李老师在台中不敢请人到道场讲经开示，他都不行。啊，他一定是供养，请吃饭供养。啊，他不请来讲经，我就怀疑啊。老师心量怎么这么小啊？啊，他看出来了，把我叫到房间，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有这个念头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一个道场常年培养出来这个道风，如果他一个不懂的人，他来批评，说我这个法门比你那个好，把我的这个学生一听之后心就动摇了，要废。至少要费半年，甚至到10个月才能把它再拉回来，很痛苦啊！以前有过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所以他老人家就立了规矩，决定不请法师，啊，法师那是他认定的，他讲的是经宗，传的是正法，啊，讲的是不会破坏道场，不会让大家生怀疑，这个人要请，他懂规矩。
啊，不懂规矩的人说都是自赞回答，都是自己法门好啊，别人不行，那搞得老师搞得头痛啊，花了10个月的时间啊，才把大家才安抚下来啊，所以以后就有这个高度的警觉啊，他也是不请人讲解啊，那些讲解的人都不懂规矩，学教的人很多不懂规矩啊啊，请你讲解是吧，坚定信徒的信心呢、啊、这功德无量啊，好事啊啊，我这从老师那里教导的，教给我的啊，怎样解法缘啊，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到处讲解法缘很殊胜啊，南部有个老和尚，客家人，很吝啬的啊，目中无人的，我在那个道场讲了10个月，很多法师，你他在那讲10个月，你是用什么方法啊，我说李老师教给我的，到人家道场讲去，赞叹道场，赞叹他们原来学的法门不能违背啊，赞叹和尚，这个方丈和尚皈依可以带皈依，皈依证让和尚发啊，是他的徒弟不是我的徒弟，所有的供养都归场主，不能带一分钱啊，那么供养法师是他常住包红包给我，我所收的供养全部给他，欢喜啊，所以月月都要找我去讲去，那你要是一收皈依一收红包就一次，下次变成他了，法缘就断尽了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生法缘为什么这么殊胜，通是老师教的，老师不教我们疏忽了，没想到这些问题啊啊，老师的叮咛嘱咐总是在耳中，一辈子循着这个路走没错啊，不会吃亏啊，法缘殊胜啊，还让我们和尚走到联合国去了，这笑话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了啊，为什么走到联合国去了，到澳洲，澳洲的法院太殊胜了啊，一到这边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大学校长我们就做了朋友啊，让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这才看到了全世界啊，才知道今天社会的不安定啊，灾难频繁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们看出来了啊，那这就我们又多了一个事情了啊，如何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啊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佛法的慈悲救世啊，没有缘不想他，有缘不能不做啊，有缘不做就错了啊，没有缘绝不攀缘啊，有缘应该要做啊，那么宗教的团结确实可以化解冲突，用什么方法，讲经，所以讲经不可思议啊，每个宗教出现问题什么原因，不讲经啊，你们自己的神职人员出问题了，你们的信徒出问题了，天天讲经，现在讲经用微信网络啊，好啊啊，讲经的讲堂没有人呢啊，我在这讲你们还来了几个，平常我讲经圣严鹏就是我一个人啊，没人呢啊，全世界人都说到好啊啊，那现在又发现这个问题了
嫉妒障碍。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有办法。啊，我讲经的时候用字幕，不要有人像出来。出来是全字幕啊，那我有声音有字幕，没有人像，不造成个人崇拜。这都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。你将来在弘法利益身上遇到障碍行不通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啊，人不要出风头，不要让知道。我现在就是麻烦，就是这人出名了。古人说的“人怕出名，猪怕肥”，别人就要宰你了。啊，好在我现在已经88了。啊，我天天什么都想，就想阿弥陀佛来接我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其他真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心清净，看东西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啊，到这边来这么几天，每一天都有客人。啊，地方的官员，啊，议员。啊，企业家，啊，这个宗教的领导人，还有对社会上有影响的，每天天有客人来。啊，好在了，我还能应付得了。啊，他问的问题，我都能给他解答。啊，他们也都还很满意，不容易啊。啊。这个地方最难的，我们在住13年，把这个地方人民团结起来了。啊，图文巴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净宗学院，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口头里的是，净宗学院人都是好人，我们得到这么个好评。啊，所以这些人都想看看我，我也给他们出出主意，啊，如何？让这个小城走向未来的发展，啊，未来我给他们有个期望，未来是澳洲最大的城市，向这个目标去走，啊，能走得通，宗教团结了，族群团结了，大家都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事情就能造成功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这个地方有个宗教大学，面对全世界。啊，这个城市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大家都记住那两句话：我们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我们是一家人。啊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现在都有这概念了，好办了。啊，没有这概念，我们就学得很难。现在通通都有这概念，他们希望我回来。我说你们真干，我回来。啊，那你们不是真干这桩事情，我回来没有意义。啊，我就不想回来。啊。真干，我要帮助他，会很快产生效果。啊，一个大家都需要安定和谐。啊，这个城市绝对没有犯罪的人，要做到这样的。啊，人人说话都真诚，没有欺骗人。要从这儿着手，啊，宗教来带头，啊，希望全世界都到这个地方来参观、来考察、啊，来学习，啊，将来能够普遍展开，整个世界就可以化解冲突，啊，整个世界变成盛世。过去中国文明的盛世是一个地区，今天中国文明的盛世是全球。啊，我们碰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呢。
习主席，他在带头，真难得。啊，这次访问印度，访问几个国家的时候，谈话，他们找出来送给我，我看过了，啊，真欢喜。啊，这是一个菩萨再来人，菩萨化身。啊，完全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全世界苦难众生付出。啊，没有想到自己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前途有希望。好，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后面还有说，还有尾号，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研究啊。谢谢。